金矿不足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战争基地，看来莫比斯采用了别的科技，只有萨尔那加神器可以影响它。运输车上面装载了神器，在敌人对自治联盟殖民地开炮之前，派遣运输车协助击破各个区域。不过我需要你帮忙护送他们。运输车上的神器可以让石像失效，这就像是以毒攻毒一样。目标区域位于你所在位置的北方。金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制作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马上行动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准备完成，换上希望。喂，孵化更多王。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做得好。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人累倒了，那我本人不用出手了。制作，你的决定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雷神兽随时可以行动。附属舰。敌人准备进攻了。我们需要盟友进入战斗。哎，时间不等人的。准备完成。现在换另一辆运输车。要爆炸了，快躲开。蜕变完成。爆破成功，我们顺利拖延他们启动战争基地武器的时间了。简单但重要的胜利。这两台备用的运输车就交给你们了，专心把运输车护送到西方那个目标区域。好好的，重要工作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你杀了我了。你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。这些研究哨站在传输资料，这样他们就能在其他地方打造更多武器。如果你有时间护送运输车到那附近，就能破坏资料传输，把它当作额外的目标吧。敌人似乎对我们的基地很有兴趣。孵化更多王虫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需要更多。要刷新什么？需要更多的王虫。进化完毕。随便了。好的，好，
准备完成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要小心什么？末日即将到来，我们是不用可怕的方案，心灵保持。孵化更多王虫，马上行动。往我们的基地来了，而且他们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。干得好，解决石像了。敌人准备好了。额外目标完成。雷神兽准备出发。当然有准备好了。亚蒙的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化完毕。非常好，胜利是不准的。我还在等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现在变成一堆石块了。别想什么，快看，这是我的可以做。一辆运输车就位了，在它爆炸以前尽快撤离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记住，敌人找到我们的基地来了，给他们一点教训吧。还有两个区域需要摧毁，我会带队员一起过去。你们两位的运输车到货了，接下来是这个区域，我等不及想看它烧起来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还在等。要相信什么？我的荣幸。有什么计划？当然了，真是危险。当他们注意到你们出现在这里，研究哨站就开始传输武器资料了。可以麻烦你把运输车带过去吗？神器会马上切断他们的连线。继续说，有事。我还在等，我的勇气。盟友进入战斗。会用密宗单位进行侦测。指挥官，坏消息，有部攻势，目标是运输车。
像现在变成一堆石块了。额外目标已完成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敌人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看来敌人要直接过来打招呼了。真是阴险！同志们，不喜欢我的勇气。我们需要更多王朝。就我们的。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离开爆炸范围，快！落后，下班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加把劲，最后一个区域了。他很快就会被大卸八块。我的小队拼凑出几台运输车，我相信你可以把运输车护送到这个区域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看来我的建筑需要更多感染。敌人似乎想试探我们的防御能力。出车，我还在等，没有位。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快救我离开这里！要小心什么？额外的感染，额外的威力。正与敌人交战，虫巢受到攻击。什么？要小心什么？准备好了。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我们的基地很快就要有一堆大麻烦了。指挥官，坏消息，有部攻势，目标是运输车。
盟友进入战斗。雷神兽马准备出发。我们的部队到这里。喝酒庆祝。